六个鸡蛋，一人俩啊，炒个蛋豆。黄牛这么大盘儿？黄瓜多大呢？你自己看，没放下都，这么大西瓜。拿缸洗多好呢，一扔里了。黄瓜多，还有牛肉，我妈给做点牛肉。这我也得全过来，鸡蛋、牛肉啥的。这个是上回我们吃冷面没有牛肉，我妈特意在家给我们酱的，然后打包拿来的。哎呀，咱妈太实惠了，酱那么多。嗯。牛肉的老贵了。来一块。那里边还有吗？留着吧，哎呀。那么抠搜呢？别接那么多了，浪费了，白瞎。这些能喝两瓶啤酒。这放啥意思？一人一盆，一个大碗，一个小碗的。咱们拿仨钢锅来呢，这家伙要他拿仨大碗，他拿这玩意。我姐夫用盆，中间那个我的，旁边是你的。我用锅。那我姐夫拿多了。熟没熟？熟啊。会不会有糖心呢？尝尝。你快上一边去，别在这捣乱。啊，先搁这，后搁。先勤就没想到争地儿啊。能干的时候就不干了。怎么不能干？你看一会儿吃的时候就老用劲儿了，是不是姐夫？还吃，哎，明天还有一回。那给你个大鸡蛋啊。好奢侈啊，块儿那么大。两种西红柿，对，厚的块，舍不太多。看我姐多像，那苹果切可厚，都给你了。那为啥我的牛肉这么薄，你牛肉也那么薄？你的多呀，嗯，四块。少搁点行吗？充分吃爽吗，姐夫？你俩快点吃吧，一会儿我牛俩得够去啊。我这够呛能够吃的。牛肉先造了，啊，还在里头呢。啊，碗太小了，拿盆好了。等我姐夫吃完了用的那盆。再不用。哎呀，煮多了有点哈。你看我说三袋就给我非煮四袋。再给你点呗。我说你不是煮，你还配合我。我没剩，我刚整的，给你们。那我行行行，买去。来，要不要？我不要，不要，别给我，别给我，不要。